位？七位。大概几分？哪位？七位。大概几分？来。我迄工抓两只，恁大只等于食两只拢有两个。细只我唔敢来保证。来，你是来六个七来？我要食无啊啦。恁两个好。黄源能够好食？好啦，好食。好食。好食。个人爱无500块。500块。500。保卫好了，保卫好吧，保卫过吧。大只有卵哦，啊有卵就赚着哦。哎，恁爸今拜五还是拜四开两只？两只，嘛是有卵，就是二对两只。不然要黄鱼无？要大只、细只？细只，细只。来500块。细只敢不？不然要细只的无？小哥，还有人要吗？哎，黄鱼的蛋很好吃哦。个人买无黄鱼500块，小吃500块，个人买无500，拢有啊吼，500拢有。我那天跟我老婆去吃翁记波骨鹅肉，翁记波骨鹅肉，哦，结账1100多了。不然要鳕鱼嘛，高丽南鳕鱼4片500。鳕鱼啊，进来啊，你们学单鳕鱼。来，再一个来。大概你们学单鳕鱼。你们不是在等鳕鱼吗？来，算一个先来500块。来，鳕鱼搁先要吃来500，搁先来两第三、第四第来。温弟找。500块。来来来，我500人来无？鳕鱼500块，鳕鱼500块，哇，好来谢谢来。来鳕鱼拢我，你过来哦，好啊好啊。那你要小牌，魔鬼鱼头，两位200块，两只200。我没拿一块。我不要个现在能卖200，贵足多，200块人来都，无吼，来，好啊，看了我卖了小牌，我卖了我卖了小牌吼，一年我。蚵仔有人爱无啦？东石有水，这水吼，蚵仔买蚵仔来看水，水若清蚵仔就清啊，水若无清蚵仔，蚵仔就无清。啊，接下来我叫一个姜尾两包，一包卖150，两包卖300，两包卖200块。蚵仔有人爱无？200块，够人要食蚵仔。这咸酥鱼应是蚵仔200块往加食哦。蚵仔200块是有人爱无？蚵仔200块。今仔连蚵仔都无。蚵仔200块。有人爱。加。牛小排。来，搁两包来200，搁上来。金家，等一下牛小排就上来了。蚵仔搁先要加200包。蚵仔200包。可不可以一包嘞？一包好了。加。罢了。把几根都分好。好。加一个。还要一包下来。100块。100块。加。买一包袂甜哦，要买200吃了才甜。加。你算客气的啊！啊，恁爸袂，恁爸，你啊，恁爸袂，一摆炒的，炒的，炒的。一摆，现在100块了，100块了。啊，恁爸咯，一摆炒的。卡500。啊，无先提等于单调。来，牛小排袂贵啦，金家，你可以过来了。几分啊？两分啊？几斤啊？几斤？斤的啦，一单点偌斤啊了？1000块。而且牛小排够。金家，这个1000块你的，你可以过来拿了。金家，金家这1000块啊，你好，金家在那边 ，OK， 这你耶。1900，不会冷清。会不会冷清吧？还是贵州人给你啦？安尼就好。哎，你两只还不够。小牌，不然要小牌无1000块。再加一个。
千的，一千块钱的牛小排，请问还有没有人要？好有小问啊！你去那边讲文言文的，等一下讲。如问牛小排要佛？好像是讲法文。千块人来无？真的哦。千块。红酒牛小排。一千块无人买啊！哎，再看看，你可别看看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看贵哦。今天的买气，看天气一样。看看，什么看看？我决定要转头。转头转啥？唱歌啦，唱歌。当歌手，当歌手。哎，我爸一个人不吃，我要买500块的，拢无啊。有肉啊。Alice， 你要留多少 ？Alice， 你要赶快过来了。Alice， 你留小白留多少？有一千个人要吃，那给川烫沙沙烫烫的，炒三杯拢好吃，上百好少吃，一包我卖200块，一包一公斤，一包一公斤，外好卖500公克。几斤？500公克，我一包卖了多少？好 ，Alice 帮你留1000了。这一公斤的啊，我跟你的。200块，一包卖200，Alice 帮你留了。300、300，现在300块留。这你的，这一份是你的，这一份是你的。200块，嘴张啊，嘴上笑啊，嘴上笑啊，嘴上笑啊，今天伊咧嘛嘴笑啊，上个月嘛嘴笑啊，拢嘴笑啦。啊，进家谢谢董内啊，谢谢谢谢董内啊。大哥，你在后面好像不好讲。真的，啦。那我弟没拍到，我弟没拍到。200有人来无？你6点外电池要去袂着？200个有无？无人来哦。龙王跟客人打架。酒楼人会飞不？那个龙王跟客人打架。喝高水酒楼。酒楼啦，哦，这海野生的哦，叫他洗尾啦。只汤一人一支，刚刚。哎呀，然后9500啦，这七尾两尾，三尾四尾五尾啦，六尾啦，七尾。
有八块来，喂一尾。就很好吃啊，喂七尾，而且一人吃一尾多好。两只啊，撞天地多的鱼。来五尾啊，来六尾七尾，来八尾，来500块，看有人来无？500块，来一尾两尾啊，卖搁搞错了，来三尾四尾，来五尾，来六尾七尾，来搁八尾，来500块，有人来无？500，石楼呢，金龙了，500块。5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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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
班，我看一下还没有十班。十班，十班没有了，还有吧？两百，阿妈两百来，两百过来，阿妈两百过来。你等我一下，我问还有没有十班。两百两百来。我问阿松比较快，阿松还有十班吗？还有十班吗？好，那就没有十班了。我就好多准备家里在后面。两百这样子。来，阿妈两百来。两百。这个刚刚开就对了。那不可能没人要了。两百来，蛤蟆过来。这边。我呢？上来。啊，我的矮。放你下的啦，没了。拿五百的。拿一千。那海带我可没带啊。鲑鱼啦，这鲑鱼好切，有人买无？伊讲伊卖无人要滴哦。哦，带我甲买出去。等下啦。好啦，我鲑鱼上卖啦，鲑鱼迄十几公有人买来啦，三块五百，四块五百，计好切来。鲑鱼五百有人来无？鲑鱼五百。鲑鱼有人来无？鲑鱼啊。500块，鲑鱼500块。啊，我要食鲑鱼啊。啊，我要食鲑鱼啊。智利的哦，好切。足水的啦吼。红的啦，足红的。这可以降血压。这不是绿色的哦。可以降血压哦。这种鲑鱼的油哈，较健康，有人来无？来，500块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都在想办法，一直控制血压。500块人来无？500块。天天量血压。四片五百。保持身体的健康。四块500。鲑鱼够人来无？我每天都吃。鲑鱼够人来哦。我每天都吃燕麦耶，每天都吃燕麦。哦，还放你那紧哦。你敢走去变数去，还是路边就动啊？走变数来靠呀！你咸鱼啥物？啥物只咸鱼啊？咸鱼啊，保养袂死咸的哦。我只现在咱南头前南埔的，即摆你卖一尾有八十个，两尾百五啦，上来上尾三尾四尾上来三百块，四只三百的，上尾五只上来三百二啊五，200了，两百块。大家打啊，新闻打啊！不是200块的，几位人？几位？三位？那个又不漂亮，那不漂亮我才不拍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漂亮，我那个小手机拿起来就拍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就会看到我去拍那个什么，那个小短片就会有那个漂亮女生了，像乐酷美女啊，像鹅阿珍啊。啊，我没拍就是不没有漂亮。我没有拍，就是沒真的不漂亮。过来，今年可袂两块，一块，三块，四块，五块，六块，我现在200块来，200块，两百了。你自己出来。你杀人，等下我唔好啦。过来。
够先来来，两百块两百块，两百两百。这是夹鱼啊，气味哦，就是夹鱼啊，就是青鱼子夹鱼啊。可能八干乌，可能系无。最后最后呀，一百块，两百块好无？我一百块了，咩？下一波，可能我系无一百。姜油米 OK， 姜油米 OK 哦。我先来个一百。来一个两百的。好了，要吃鲑鱼的，鲑鱼冷冻的。鲑鱼冷冻的无人爱，无人用切的好无？两百哦。啊，最后个一个先来。卖拢卖出去了没啦？我一百来。啊，剩两块剩的，六十块六十块，六十块六十块，六十来。你先走了，你先走。等下我切鲑鱼哦。哎，这虾有人要吃无？虾子，虾啊好吃，红卡乌身的，这种虾啊较甜啊。回去后你搞串烫就好吃啊，啥的。啊，这虾我少上去啦，莫用开始先开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免甲大队哦来，啥的五百块，五百块虾啊，啥的五百。搞我们吃虾子的五百块。五百啊！来，五百块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来，五百块，哦，给五百块，五百来。好，来，这一个。九点半。来，现在的头，现在比较头痛的是那个卵丝。现在比较头痛的是卵丝。还有利用，还有龙蛇，利用机无人点。来五百来，来交了交了，来五百来，五百块。有耶。哦，够几十。码头。哎，够下面黑啊！哎呀，这么多东西。这黑啊水，五百块。啊，你卖黑啊无挂边的呢？五百块下来，五百块，五百来，五百来。来，我五百。来过来过来，来过来五百块，五百块，来头前两个来过，一个过来，一个过来，过过来，过过来，来五百块，五百来，五百来，这，你十块一客一只五百块没？你十块一只五百。哎，五百块先来，五百块，五百，五百吼。只要鱿鱼花两百啦。哦，鱿鱼花嘞，鱿鱼花嘞。哦，鱿鱼花两百块，鱿鱼花两百块嘞。意思你要虾子一份哦。哎，鱼那个嘞，一年换得五十，等下卖袂五十哦。哎，只是牛小排跟虾子。刚卖五五十块，这五五十块，刚刚五十都这五十，我来一百块，刚卖搞五五十。你写两声啦。别管他，他是几块啦？我两百先。敢听你的念？两百，牛一回个人要吃无？无。两百。啊，我卖为百五哦。两百先。我人还有两百块，两百块哦，还两百，因为那个两百万块，两百块，还两百，两百块，两百还两百块，两百有无？无啊吼，加几块啦？加几块？你你。过来两包无？两包啊！两包拢有啊吼！我见两包无，我无伤济，我见无人买较少的，我买较少好无？来买五十块来。不是一，不是一包，不是一包。奇怪，又不是你那边的啦。不是啊，你不开了，不开了，不可能开五十出来开啊，要开一百啊。啊，五十放你遐，感觉气啊，也开袂掉啊，气也袂晓讲。
难怪你要那么早。不懂啦。就是文化就这样，全国只能接受那个。嘿，来，我再过一下包哦，过一下包了。啊，怎么是啊？我下包什么食？你免我介绍吧。大地，这真空包装哦，好一包要卖300块超过，一包卖300，200、600来，500块少一个，一包我三包。大家说什么来着？真空包装哦。我下包个什么食？500块、200、300、500块、500块。还有谁要吃过一下包？这是真空包装的哦。我下包个500来，500块。真空包装的，贵下八个下来五百块，不下来500块，500个只该500块，500块，500，500，哎呀，500块够有人来无？三下就定下去，500块，三下就定下去，三下就定下去，500无人来，500块，500就定啊，好吧？红沙，哎呦，人点红沙，紧嘞，有人点鱼啊，有人点鱼啊，紧嘞，紧嘞，这是包啊，这包1200块，哦，好贵啊，超黑的，这是白黑的，超黑的，超黑的。白黑林的1900啦，啊超黑林。你只要大家好卖，开你二三啦，上三位有你，四位有你500，你要是5位500块，什么叫黄金仓？不然我叫黄金仓，我5位500块，5只500块，上三位4位啦，这5位500块，然后叫500块。